我是小甜甜。我个人呢非常喜欢动物，那自己也有两只很可爱的狗女儿哦。那周遭的很多好朋友啊，也都养很多很多可爱的动物。可是啊，动物不只有狗啊或者猫，还有很多的海洋动物、经济动物。地球上其实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动物，但是都被忽略了。所以在这里，我要提醒大家一起来重视它们哦。那重视它们呢，要怎么重视呢？就是跟我一起加入台湾 SPCA 的活动，尤其。嘿嘿，10月1号在华纳威秀，悉尼的华纳威秀啊，会有我们的活动，来告诉大家一起爱护动物，一起保护动物哦。那只要有任何疑问呢，都可以上网打 www.spca.org.tw 就可以有更多的资讯哦。